你熟悉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花很多时间去练习它，你散发出来的样子是很有魅力。今天得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跳舞而来的，就 maybe 我拍摄啊，也是因为摄影师看见我的跳舞，觉得我拍摄应该还蛮好看的，所以就有些合作这样。我叫胡俊豪，来自台湾台北，大家就叫我刺刺。生活应该要更丰富，因为这直接反映到舞蹈上面。如果你有更多灵感、更多想法的话，就是你在做排舞的创作，或是在练习 solo， 一直尝试，就会觉得哦，怎么样跳会顺、会好看、会有魅力。一堂课可能20个人、25个人就已经算蛮多的，但是如果抛到网络上，其实看到的人就是不会是这个数字，可能是200、300、600、1000人。就我觉得想要分享吧，我喜欢把我教课的东西，就是在下课的时候都做一个记录，就喜欢抛到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，看到学生真的跳出我想要他们跳到的样子，或者他们散发出他们很开心学舞、很开心的样子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会有个成就感。跳舞它本身就是一个交流，会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，像说话一样，说话是我跟你在对谈，但舞蹈是既有音乐，我们用身体去对谈，交流就可以多看嘛，看到一些不熟悉或没看过的事情，帮助自己一些想象或想法。就是因为做了比较多事情之后，会然后又有粉丝在发了，所以会觉得想要更多自我要求，然后在每一次出席啊，或是每一次的演出中都有更好的表现，有更多人想要去一起做这件事情，就是感觉得到。因为有些人会私讯我，会跟我聊这方面的问题，我觉得分享我的方式给他们知道，他们关注我，那我今天变得更好了，变得更棒，那他们 maybe 也会因此看到我这样的成长，他们也会让自己更好一点。有粉丝就会是影响的，哪怕今天只有300个人，你也是会可以有影响力。就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接受这种正式的访问，算第一次，感受会蛮好的，会觉得哦，感觉是你们有超过 VSS， 不会让我们网红就是感受不太好，所以我觉得蛮酷的，会觉得哦，好像真的可以用心的合作，来个交流这样。